刚刚我们看过了这个 Google 的搜寻引擎，接下来有一个很好的资讯来源是叫做 RSS 订阅。我可以问一下有没有同学或老师有用过 RSS 订阅？有的也许有。那你说我不是很清楚到底 RSS 是什么话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给各位看一下。你如果去找这个图片，有没有网络上有看过这种？可能你就会比较清楚了，因为有很多网站有这个图，尤其是什么，比如说像部落格啦，大部分都会有。像我的部落格在右手边，它就会有一个，好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订阅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刚刚有用过 Google 快讯是一种方式，但它会透过什么 mail 寄到你的信箱。那如果说你真的关注的很多的话，其实你的信箱就觉得好像太多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是订阅 RSS。我不知道各位平常如果你那个电脑打开，浏览器打开的话，你会同时赶快去看哪些网站？首页一打开，你可能会开始关注，比如说我的信箱啦、Facebook 啦，对不对？那你还会关注哪几个？就打开之后必备的那个一定要看的。也许有的人要关注的很多啊，所以你可能要跑好几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你都要找很多。但是我是没有那么勤劳啊，我大部分是用这样子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大部分是用这个，这两个，也就是其实我关注的也蛮多的，好像我现在大概不知道多少个了，好几百个吧，网站很多啊。你看我这边有没有关注很多网站？有没有？但是我哪有那个时间每个网站有空就去寻一寻，所以我就告诉他你帮我收集好。比如说你看这个是教育广播电台的新闻，有没有？下面呢是这个的，下面还有别的，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？我只要来这边我就全部都读完了。而且你会有遇到的问题，假设你关注很多网站，有没有每个网站每天都更新的？不一定嘛，那大家更新速度有快有慢，所以呢他这边只会列出就是已经更新的，有新的我才需要去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如果我想要了解一下哦，这一个这个好，想要看看这个，我打开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就直接连到他的网站去。好，那这个订阅呢，有的是全文，有的是什么摘要啊，比如说像这个这里，你看跟我们刚好今天数位学习有关系的嘛，那我在这边看到可能它只是一部分，那如果我要继续阅读可以直接点这边也可以，就可以连到它真正网站去看，这样你了解吗？好，因为有的分享它是全文，有的是摘要，所以像这个通常我会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？叫做分类，给标签，因为这跟数位学习有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会自己下关键字跟数位学习有关的，你了解意思吗？因为当我这么做之后，我只要点这个，所有跟数位学习有关的通通都会出来。你看我左手边有一堆关键字跟数位学习有关的趋势，有没有全部都出来？不见得是今天的啊，可能是你以前找的啊，你了解意思吗？这样子是变成不只是用 Google 搜寻，因为 Google 搜寻你找的是大家都有的嘛，可是这个可能是你自己独特的，因为你有做功课。好，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，你在这边找到，你要当你关注的这个关键字有了之后，其实我就会把它变成是我的资料库。所以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一个叫打造云端知识库，我就特别介绍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是我有兴趣的主题嘛。你用 Google 快讯虽然是一种方法，但是你不可能永远都这样啊，对不对？ Google 快讯你要找它会找到很多，可是不见得全部都是刚好你需要的。所以通常我会在看一些文章的时候，当不见就是说我会把比较重要的我就稍微这样标注一下，我以后要找就快很多，好，就快很多。所以我们这边有介绍各位两个，一个呢就是您刚刚所看到这个叫做 Feedly， 这叫 Feedly， 另外一个叫 INO Reader。 这两个呢其实以前有一个叫 Google Reader，
他就专门在做这件事情。可是不好意思，前两年他休息了。Google 决定放弃他，那时候大家虽然很震惊，但是没办法，人家不做了，所以我就只好找了这两个来做替代，好，来做替代。所以以前我有想过一个主题，叫做没有 Google 阅读器的日子。啊，你要该怎么解决啊？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库来源。好，那会使用右手边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是因为右手边这个它支援全文检索。也就是说，你订阅的这些内容，我可以用全文检索方式直接去查。那上面这个有没有？有，但是它是属于付费的，我就不要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要付费啊，那我就用下面的。所以，我一般在订阅的时候，我两个地方我都会订阅。当然，这个你要注册账号了哈，你要注册账号。但是你可以像这样，就把你的 RSS 网址把它加进来。比如说呢，如果你今天在这边，像您刚有看到，这里，我的这里。有没有叫做订阅，对不对？你把它按一下，他问你你要哪一种，随便你啦齁，你就选一个。有没有进来之后，这不是人看的嘛，真的，这不是要给你看的，这是给机器看的，你只要的是什么，上面这个网址而已啦。好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网址复制起来，然后呢，你看一下我们这里，你就可以把你的有没有个加，对不对？订阅，你就告诉他你的那个内容是什么，那他就会帮你把它加进来。如果你确定要，你就按加，他就帮你加进来。这样了解吗？哎，那我像 Feedly 这里也是一样，您如果已经有了，在右手边这里是不是有个加？哎，右下角这里有个加，你可以把它按一下，把你那个网址贴进来，他就自动帮你找。就上面文章是不是又列出来了？这样您有概念了吗？好，所以其实我等于是把这个当作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个入口网站。我每天我会去看一些文章，但是我又不用那么勤劳哦。我记得哪一个网站，哪一个网站，我只要有 RSS 订阅，我就直接进来了。这样是不是就自己的讯息就很多了？对，我光看这些就看不完的啦，老实讲。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，你不要那么在意有没有看完，不然你会有强迫症。有的人很在意那个数字，多少篇还未阅读。它上面会有啊，真的，因为之前好像是去年在我们这边，你看我这有那个数字有没有？3974啊，有些人觉得哦好在意哦，这个可以你把它设为全部已阅读啦，反正不用理它啦。有些资讯过了就过了啦，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没有阅读到，有空再找也没关系啊，对不对 ？Google 也很好找啊，只是通常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资料库。好，所以我会像这样，那这个搜寻呢，就是你直接打关键字，那我就直接找。所以各有优缺，两个是属于互补的。好，那我透过这个方式，一般来讲像部落格啦，像这个一些官方网站，有些都有提供这样 RSS 订阅的服务，所以其实都还蛮好用的。当然 Facebook 是找不到的啦，因为 Facebook 是属于要登录的嘛，好，所以它不会在这个里面。好，但是一般性的网页的内容，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找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点，那跟您稍微做个分享。那这个网址的话呢，您可以透过我们这边延期相关网址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两个？了解吗？好，你就可以进去。当然，你要注册一下您的账号，好，注册一下这个账号之后就可以有了。如果你不是真心的，记得我们刚刚有介绍过抛弃式的嘛，先玩看看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等到你觉得OK 了，可以交往了，你再用你真正的，好，下去用。